郭碧婷向佐在意大利结婚，双方先后晒精美结婚照，往后余生只有你。说到向佐和郭碧婷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吧。自从俩人官宣在一起之后，他们就成了今年话题最多的情侣了。大家也是知道的，这对情侣也是非常的恩爱，他们一起参加了综艺节目《我家小两口》。在节目中感觉向佐都把郭碧婷宠成小公主了，无时无刻两人都在撒糖。其实向佐和郭碧婷双方的婚姻真正的牵线人是向佐的母亲，他们俩人一起参加过《最美的时光》。在这节目中，郭碧婷很讨向太喜欢，向太还在节目中表示郭碧婷是他心目中最佳的儿媳人选。在向佐追郭碧婷的路上，向太也是帮了不少忙的。